大家好，欢迎来到高 Sir 特别广场的时间啦。咁啊，即系今日初三赤口，咁啊，高 Sir 咧就特别真系有啲嘢不吐不快嘅。啊，几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我相信咧，好多网民咧都十分心痛嘅，就系高比拜仁就系发生咗一单直升机意外啊，咁导致到离世，英年早逝啦。我哋讲喺度咧，即系嗰个向作出深切嘅問候啦，咁同埋咧，即係亦都係希望佢屋企人咧可以去堅強咁去過生活，同埋咧真係要發揚高比嘅精神，即係喺籃球嗰個成就咧，基本上高比拜仁咧，即係喺我心目中咧，除咗波神米高佐敦之外咧，咁高比拜仁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偉大嘅 NBA 球員嚟嘅，咁啊。第二啦，就係嗰個琴晚講緊咧，即係我睇到一幕好觸目驚心嘅影片啊，就係我哋喺旺角有一位嘅市民啊，俾一啲黑暴私了啦，即係我私了都算啦，仲要係用戒刀去戒頸呢，分明咧，即係唔係私了，呢啲係蓄意謀殺啦，基本上咁即係希望即係警方啦可以盡快緝拿呢啲暴徒去歸案，因為的而且確係好過分嘅。咁啊，第三啦就係咧高 Sir 啦，即係點解特別去拍呢個特別廣場咧，就係因為咧近排即係全港抗疫啊嘛，我哋全國都抗疫嘅，即係見到嗰個抗疫嗰個戰意咧，即係全國非常之高啊。譬如喺我哋河南省啊，或者係其他即係嗰個陽江市啊。各省各市啦，其實咧，佢哋嘅愛心商家啦，同埋一啲愛心人士都去發起咗一啲嘅募捐行動，希望咧就係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咁我哋見到啦，古天樂啦，即係嗰個琴日崩傳嘅古天樂，佢亦都咧即係好低調地行善，就捐咗1,000,000咧，就俾嗰個武漢嗰邊咧去抗疫嘅。咁即係我諗抗疫戰咧，就係嗰個不論你乜嘢政治嘅因素啊，乜嘢嘅立場都好啦，即係大家都會去同心協力一齊去打呢個係即係我哋叫走唔甩嘅，冇交嗌。咁但係點解香港我發覺咧，即係香港一連串嗰個事，即係咁奇怪嘅事件底下咧？令到高 Sir 咧，即有一個好深刻嘅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陰謀論啦。首先咧，即係特區政府其實嗰、那個都落咗一啲嘅反應，行咗一啲不同嘅措施，同埋咧任何呢啲咁嘅情，即係疫病情況咧，都會有一啲嘅部署嘅。例如部署咧，就係咧譬如好似武漢啦。要喺6日之內建構一個醫院，去將一啲嘅病人隔離啊。咁呢個啱嘅喎，因為的而且確係即係你點樣去隔離一啲嘅病咧？咁咧就係因為菌啊，細菌感染一定要有個地方去安置啊嘛。咁特區政府咧，我見咧嗰、那個亦都即係傳聞中啦，亦都係物色緊一啲嘅地方去作為一個後備不時之需啦。咁但係啦，呢樣嘢，咦？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咁多嘅人士咧落到去咧？琴日咧喺輝明村嗰邊咧，去堵路啊、燒嘢啊，同埋咧嗰個仲要去破壞咧，就因為嗰個仲要係咧裏邊咧，你可以留意啊，裏邊咧就係嗰個成班黑衣人嚟嘅喎，黑衣人佔大多數，兼夾咧你睇破壞又係嗰班黑衣人打爛路燈啊，咁跟住啦，仲要燒埋輝明村一啲嘅屋村大堂啊，咁啊，大家可以諗啊。如果當地居民，你自己市民會唔會自己燒自己屋企啊？應該唔會啦，係咪？咁第二啦，就係嗰個都唔會自己剝爛
自己嗰、那個即係自己屋企嗰啲交通燈啦，唔會咁 stupid 噶嘛，係咪啊？咁同埋新年流流，自己如果係村民嘅話，亦都唔會去自己嗰條村度生事啊，係咪？好明顯地啦，即係話當區咧有啲即係我哋叫黃議員咧，就帶埋啲黑布入去咧就生事，係嘛？咁咧就希望咧就透過呢啲咁嘅事件。去打亂特區政府嗰個抗疫部署，咁跟住啦，我哋再講啦，喺醫護界點解高 Sir 咁肯批呢班黑醫護咧冇資格做醫護咧？前幾日就係黑醫護係有預謀地咧發動呢個罷工嘅，即係喺背後一定係有啲陰謀啦。當然佢哋最大陰謀咪係阻截。嗰、那個特區政府抗疫嘅一個行動，係令到嗰個特區政府，即係成個陰謀啊，令到特區政府嗰個抗疫咧嗰、那個不力。咁跟住啦，就係、是、希望佢哋咧，第一喺政治事件佢有失策啦，係咪？嗰、那個修例事件，第二抗疫不力，係嘛？咁跟住咧，務求推翻個政府咯。咁啦，嗰班黃醫護啦，其實佢嗰個工會咧，即係高 Sir。在 Facebook 都咁講，其實佢個工會第一有幾多人，有幾多會員係嘛？佢恐嚇嗰、那個醫管局，咁啊跟住就話要罷工啊嘛，係嘛？嗱，我覺得高 Sir 提議咧就係、是、醫管局第一要阻截呢啲咁嘅黑醫護政治宣泄啦，按既定機制去將呢啲咁嘅罷工嘅黑醫護全部停職。咁跟住啦，大家都話喂，我個新年流流人手唔夠喎，咁啊向私家醫院，我覺得可以向私家醫院去借調人手咯。咁同埋即係嗰個香港市民抵得諗啲，即係嗰個喺咁艱難嘅時間，係啦，我哋更加要去放下即係大家嗰、那個休息時間啦，即係加同心加入去嗰、那個抗疫戰係嘛？咁啦，至於呢班黑醫護啦，咁啊，除咗停職之外咧，仲要接受紀律聆訊。紀律聆訊之後，咁發覺有問題就全部炒佢嗱。咁整件事件嗱，首先第一嗰、那個黑布去去粉嶺破壞係咪？咁跟住啦，第二黑醫護就罷工，第三。明愛醫院有炸彈嚇，係嘛？好明顯啦，呢個係一個一連串嘅恐怖行為嚟噶。嗱，喺公立醫院放炸彈，好明顯地佢係想針對，即係喺公立醫院放炸彈，佢令到你公立醫院嗰、那個即係抗疫啊，即係收唔到證啦，即係停止運作啦，收唔到證嘅時間咁。變咗私家醫院，佢哋就而家就話喂冇能力去對抗呢個疫病嘛，咁變咗成個抗疫嗰、那個嗰個部署咪打亂曬咯。嗱背後嗱，除咗係班死人政棍之外咧，即係嗰個我高 Sir 覺得啊，就係佢哋喺背後必定有一班嘅商家，一班嘅好大勢力嘅人士去做呢樣嘢。嗱，嗰個肥佬禮啊嗰啲，我唔敢肯定，但係喺背後，高 Sir 覺得必定有一個重大嘅陰謀，係啦，呢個重大陰謀係已經超越曬一切嘅人性道德。嗱，喺其他國家任何國家咧，即係天災人禍都係放下一個陰謀啊，放下佢哋嘅政治政治嗰、那個偏好而去同心抗疫嘅，但系今次佢哋竟然可以超越呢個人性道德，去實行呢個阻截呢個特區政府抗疫呢個行動嘅話咧，佢背後一定係呢班人咧，仲即係喺嗰個利益啦，同埋咧喺嗰個我哋嗰個陰謀行，即係陰謀嗰、那個野心啊，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咧，高 Sir 咧在此都奉勸，第一嗰個好多謝我哋香港警察喺咁艱難嘅時間都係繼續去保護我哋市民。第二，亦都好多謝一啲我哋叫白衣嘅醫護喺前線
去為我哋嘅病人去服務，咁亦都係多謝香港市民去為我哋香港香港有心嘅建設人士打氣。不過高 Sir 都要再次去呼籲，第一醫護人有良心嘅醫護人員們希望你哋第一諗啲，即係如果有啲黑醫護罷工幫幫手去撐埋去，譬如休假嘅，即係幫幫手去頂一頂，係啦。咁跟住我哋香港市民真係第一有錢出錢啦，即係譬如如果係市面上而家欠缺口罩嘅，如果我哋有口罩嘅，我哋會唔會捐？即係之前入咗大量，會唔會捐翻一啲俾有需要人士咧？第二錢，譬如香港，譬如如果需要有啲咩嘅資金啊，即係嗰個我哋不妨去慷慨啲，我哋去捐出嚟購買物資。第二就係如果內地譬如武漢，我哋發起一啲嘅籌款行動啊，嗰啲我哋都慷慨啲去支持我哋武漢嘅同胞。咁跟住啦，就係如果有一啲嘅醫護常識嘅香港市民，如果譬如特區政府可以如果人手唔夠，醫護唔夠嘅時候，咁會唔會可以徵召一啲我哋叫民間嘅醫護我好相信喺呢個抗疫戰底下咧，我哋都係可以無私去同心協力一齊去加入落去，我哋打好場抗疫戰。咁跟住啊，個人注重衞生。同埋出街幾緊戴口罩，同埋咧注重嗰個地方清潔，咁同埋咧嗰個啲用完啲口罩啊，嗱唔好周，譬如我見啲垃圾桶啊抌曬出嚟嘅時候，大家會唔會可以去做一啲處理咗先，跟住先抌落去，咁即係減輕一啲嘅病菌傳播。係啦，咁即係高 Sir 特別講場咧，就分享到咁多啦。咁喺度高 Sir 咧都好想同一班政棍同埋一班背後嗰班咁嘅我哋講 PK 去講，你哋喺度發緊死人財，係啦，香港唔到你哋係可以為所欲為嘅地方，我一定群起對付你，同埋你黑醫護，係啦，麻煩你收皮，你冇資格做醫護。在香港咁艰难嘅时间，你哋竟然玩政治，同埋喺度同啲黑暴讲，你一定有报应噶，一定有报应，系啦，犯咗法，尤其是犯咗法，一定有报应噶，依法去办理，你哋一定唔会有好报。